善人專家，今天我們就 crossover 陳展鵬。Hello， 大家好。係啦，因為咧要 Mother's Day 啊嘛，所以今天就要善我媽咪。冇錯啦，我贊成嘅。好唔好 ？OK， 善你媽咪又唔係善我媽咪。扮我哋兩個結婚啊！係啊，好緊張啊！咪啊，我要結婚咧。媽。係。你我要結婚。唔係咪啊啊！你聽你聽。嗯，是这样的，因为呢其实我一直都有拍拖的，不过我没跟你们说，因为呢、因为我不可以将我的男朋友跟人家说嘛。你男朋友是谁？他是香港人的，不可以被人知道。他是结了婚的人？他没有，他不是，他不是。你要不要跟他说？一会儿我叫他跟你说，一会儿 Hello, Auntie。Hello， 系啊，你好啊，系啊系啊，我哋想结婚啊。所以你系单身定系有结过婚嘅？我梗系单身啦，啲系单身。你放心，唔系一啲即系你想象中一啲奇奇怪怪嘅男仔，因为有啲原因，所以唔同你见面。其实我系做娱乐圈嘅。在香港是做藝員的，可能你都見過我的。 我姓陳的，陳展鵬。陳展鵬？是啊，是啊。原來你拍拖幾耐了？我跟你女女其實都拍了拖有一段時間了。你是不是真心給我的女女？不過是不是我很擔心的，因为是不是因为他现在我们结婚，不是我们结婚是不是不可以给其他人知道吗？我不知道怎样的，因为是不是那时候一直他结婚了，你们又说要结婚要好好看看，但是现在是不是我结婚又要秘密这样不可以给其他人知道，我不知道怎么算啊。你不要紧张自己，你先说好不好？不好意思，因为他有点喊，所以做咩事要喊咩啊？咁所以公开老老门书唔可以公开咩？可能因为我性质嘅工作嘅性质问题，因为可能真系会影响到我嘅事业，或者系我觉得啦，或者系我自私啲啦，所以呢个问题亦都要同 Auntie 你商量下啦。我哋唔可以紧紧绷绷，唔可以天天踢踢。系啊，如果系，不如嚟我哋Astro 嘅 My FM 傾下好唔好？咪呢度係 My FM 善人專家。Sorry Auntie，Sorry Auntie，Sorry Auntie。Happy Mother's Day！ 哎呀，母親節快樂啊！真係啊，唔好播出街啊！咁我哋梗係唔會播出街啦，我哋自己聽完就算啦。你們真的啊，好大啊，我聽到都覺得好大啊，其實我剛才的心噗噗跳啊。 OK 啦，不要哭了，母親節快樂。